你竟然抽到了！嗨，皆さん、私は静です。静静です。静静的。静静的。啊！然后这是日本番外篇，因为鱼干呢在7-Eleven跟我讲说有这个宝可梦的卡包，而且在7-Eleven超屌，7-Eleven竟然可以卖这个，真的是祸害众生。但你买了。那我们先抽，最近大家就会知道的，而且会上映的电影卡包。现在11:50还是这时候？我们开完搞不好就已经令和。好，那我们先拆我们这个电影卡包。嗯，你看有两包，我有两包。然后它这里面会抽到 GX 的卡片，跟比较稀有的话呢，我可以直接跟你讲，就是百变怪还有皮卡丘。它有写。来吧。一个贼，他这一包只有4张，对，很少。里面是我跟我的第一张啊，该不会是是你最爱的角色？一定不是，一定是吸盘人偶摩摩尔根，超丑。他还是炫，他还是反光的，他是亮的、啊，超丑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他很丑，他很可爱，他的动作是这样哎。我是最不违和的怪力，这样。下一张，喷火龙。我的第二张是妙蛙种子，但那种子好丑，这种子真的丑到有剩哎。然后，喷火龙你也是喷火龙，那是你的比较屌，我的是喷火龙 GX， 然后你的是一般的喷火龙，一般的喷火龙，然后这个是布鲁托不是啊，布鲁，哇，不得了，小火龙，不是不得了，你看这个边。不得了了！我第一张是妙蛙种子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不得了，这个边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边好像跟你的边有点像，真的假的？那张的边，那说明是您家青蛙。没关系，我先把前面拉一拉。鲤鱼王，胖丁，怎么又是布鲁啊？一样的，喷火龙。我竟然是请假王哼，请假请起来啊！重点是来咯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我是超最莫名其妙的卡片。你竟然抽到了最莫名其妙的卡片，真人的！你竟然抽到，它有什么功能？对，可以看对手的手牌，然后自己抽2张卡。很烂，但是他的布鲁很可爱。对，然后他是真人的。它是唯一一包里面有一张的 SR， 我的结束了。可是你这样很厉害，就是你两包可以抽到一张，我就有一张喷灰喷火龙。你看你的台语也没有很好啊。喷灰灰灰龙，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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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灰灰龙。通常一盒里面只有一张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先把最后一张给我看，然后给你一点表情。超哑巴，好吧。大舌头看起来超色情的啦，而且电影版里面的大舌头是在执政的科比啊，是在执政科比头超痛。这个魔怎么会有这只？对啊，有碎碎菇，看起来没有真人版的，对，蛮好看的。好了，给大家看。我抽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。可是皮卡丘应该也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对，它有两个版本，可是另外一个版本好像电影特卡。对，所以要去看电影。但是好可爱哦，超好看的，超级好看。来，头痛的科比，好，又是喵。种子，请假王，Ninja， 他超恶心，他真的是用舌头当尾。哇，如果我在这道抽到人蛙，我等下明天请大家吃早餐，因为等于我把全部的可以抽到的都抽到。超梦对，还有超梦，可是超梦没有在我的范围里面。是快乐科皮，做完事情的科皮，终于卸任的科皮，已经疯了，好帅，是风速狗。好啦，超梦跟风速狗，可是他超梦是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全图的版本，可是超梦不过这个超梦比较好看，我觉得超梦重点是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风速狗很帅，风速狗很帅。我觉得电影卡呢就是拿来收藏，那我在这边放一张我刚拍到的小截图。好，那我们的电影卡包就结束了。那鱼哥，你要陪我继续开这个新的？我要开一半，给我开两包。我给你开两包。
耶！哎，我觉得我电影包抽的超级欧洲，我今天是欧洲的酱。那一张人物卡可以卖多少？台湾应该是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吗？因为台湾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。可是台湾人也会去看呢、啊。说不定看完大家很喜欢，就会对啊，说不定超爱他。好，你想要什么？就是只要有这种全图的、啊，就是好，就是这种整个版面都是好。那这个，这是一只鸟，对，普通的鸟。这是一只草。抽到这个很帅，这个是力纯金，只要装备在任何一张宝可梦上，它就可以使用力招。酷，这个装备酷，我喜欢。这个。然后随便带火陀。这是刚刚我抽到那只的进化。对，那个，忘记了。他的 GX，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不过他 GX 非常厉害，他是对手只要是 G 叉 E 叉，他都不会被他的效果跟伤害给影响，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卡。希望可以再出一张 R， 你知道这卡都是电源选，我觉得电源蛮厉害的。好饿哦，这人版的超梦。哎，冷汤花好看，好看。一个长笛跟大手笛，好。好，我们这五包呢，非常的废，跟电影包比起来呢，非常的废。因为电影包的角色少，所以对抽到的惊喜感比较重。但是我是觉得还可以啊，就是至少有力纯金跟那个巨叉怪。好啦，你电影包没有这个啊，我可以给你。我不要，那只不在我的收藏范围内，给你。这只名就超可爱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它深蹲哎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日本的随意开包啦。那今天影片就这样。好，日本开卡包第二弹，为什么今天又要开呢？首先，原因就是这两包超贵，500块色尾卡包，里面呢只要开到什么就会很贵。喷我了，黑色的吗？黑色，它会穿黑色，而且还有沙奈朵，我一定拿来削菜渣。来啊，对，那等一下就开这个，然后那怎么只买两包？因为一包要500块，如果你开到的话，菜刀要付你20包的钱呢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，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是美版刚出的卡包，那就是日版的，然后它也是最近才补货上去，因为非常夯。因为是什么？喷火龙，可不可以拜托一下，喷火龙跟超梦可以自重一下，可以就不要一直自重，可以自重吗？先生，你们两位可以自重吗？连新的那个游戏都说装甲进化也是他们两个够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照顾一下其他宝可梦吗？好，我抱怨完了，马上开好包喽！特别的喂，运气蛮好的哎，一开始就是这个伊布，而且是特性的伊布，超棒！有亮亮，好，前面几张的都不太重要哈，就是亮亮，这个三手二龙不重要。智慧星也不错，但是它要过环境的。再见，是普通的沙奈朵，好棒啊，好漂亮，很不普通啊。它不是色尾啊 ，Oh no， Oh no， 格拉吉翁 ，Oh no， 它没有，哦不，这包没有中色尾，但是它中一啊啊，好吧。它色尾的卡面是不是颜色会不一样？对，会整个都不一样，好酷哦，也亮亮哦，还是路卡利哦，16哎，是六比。三手二龙小时候，二手哎，哦，是白色伊布，好可爱啊，好棒啊！可以卖多少？3万，没有那么贵，但是就是放了50年的样子，就是很可爱。我会自己留着，我不管它多少钱。要啊，然后玛丽，随便，又是星星，这包，哇，这包棒哎，这包。充满了很多我们有一张色尾卡，你还记得吗？色尾包开这样其实还，这伊布是很红的角色，还不错。重点是伊布，重点是我开到了伊布。好，那就这10包，这10包呢，我们就带的快一点，因为没有喷火龙的话就会，还有沙奈朵啊，对，还有沙奈朵跟千里之堤，我是希望看得到啊。花
五味小子。鬼师。喷火龙。我直接抽到封面角。直接抽到封面角了。火龙耶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版本再高一点，这是最普通的版本。这是普通的吗？这是 RR 的普通的版本，但是很强。我虽然抽到，啊，舒服哎！我今天我就知道是店员摆，店员摆的一定是好的，因为我就看到旁边那个好的就会这样讲。没有，因为烂的，我就知道店员一定抽到什么。不是，重点是我那时候在拿的时候，就那个阿迪一直在拿那一台，然后他拿了又放回去，拿放回去，然后我就说是伟伟还是谁？他说那个阿迪看起来很想买哎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真的、啊？那我就说，不，抓十包。你蚊香蝌蚪，一样，一样，我也想。好、哦，红树狗子，可以。是谁？是乔梦。乔梦哎。嗯，这次抽梦效果不错，就是当他从手上掉下去的时候，可以从墓地捡一张训练奖回排顶，排顶哦，就下一回就可以抽到，酷。好特好多神哦！哎、欸，双弹瓦斯，哎、欸，注意，双弹瓦斯这版主流分伤厉害。哎、欸，暗石头，这个石头很特别，只要打出来就可以直接让暗属性包装进化，越来越频繁了。第一包出，第一包给了喷火龙之后就觉得，哦，嗯，很棒。嗯，鬼师，哎、欸，乌鸦。龙接弓这本只要是抽到全土，它是一个妹子哦。它虽然看起来像个大叔，但是它拿到全土的就会拖拉链，拖你拉链。碰头小手很强，有用。最后一包，我觉得十包有点亏。第一包冲击太大，第一包拿到喷火龙之后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后面应该很屌哦。现在，拜托，我现在就许愿，我只要杀那朵的 TP 就好，就是海狮爱着你。我还是他看起来很难啊，就把它当刺猬了。不行，猫出来了。你都不要看。行，好。嗯，蝌蚪长大了。走吧。哎、欸，都是垃圾。都是垃圾、欸，没有，这是很强。嗯，不错，他丢一抽三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啊、喔，我这包这几包抽的怎么样？我就老老实实的告诉大家，烂死。烂死了，但是至少呢，至少啊，有这个色尾的衣服，我非常开心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样啦。那么在日本的抽日版卡应该就到这边了，不会再抽了。我已经、好了，看看，说不定我去宝可梦东京有死心风。如果我说我在抽卡包，我今天就我要抽买卡包耶！ Yeah!明明说好不会再买第三次，但是还是买了，因为我发现我抽错系列啦。啊！因为其实我想要抽的是 TT 的沙奈朵，虽然 TT 的喷火龙我也蛮想要的，也是昨天顺利的抽到，但是我现在目标的是我们的沙奈朵。耶！然后蔡蔡也偷偷买了他想要收藏的皮卡侦探皮卡丘系列跟色尾包。那我看到色尾包，我也是。受不了买的色尾包耶耶好啦，那我们从最嗨的地方开始，就是我们的色尾包，因为色尾包里面有十张，那我们就耶开始啦。你影片是不是别人都很难录？我那个大家荧幕暂停一下，我把菜场买了。为什么？然后就是可爱的小火狐，哎，三能量不错，留着。然后重要的哦。Oh my fucking god！ 换得大，色尾的索罗亚克，贵吗？色尾的索罗亚克，很贵啊，很贵，大家都爱，好棒哦、喔，好棒、喔，好爽哦、喔！大家今天都抽到很好的东西，然后雷公不重要，那又是星星，他妈我三只星星够了没啊？然后土龙弟弟，然后吊饰跟。刚三号饭池随便吃无所谓，我现在有四尾的鼠呀，可好爽哦！哦，好，刚刚那个项链都肥的，好爽哦！哇，哎，又有边，哎，这个全版通通吗？你没有错啦。然后沙奈，我还有另外一张，
还好。你说什么？有全图人物啊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有全图人物，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那是全图的人物啊。刚刚收到的全图人物，然后跟我说这个没有用啊？嗯啊？没有用，这很棒，全图很棒。来了来了。古芝麻就算是日版的也要留着哦。然后阿月神，嗯，还好普通。然后格拉吉欧，哎，日版打火石，这边打火石很缺，留着用哈。然后再来是妖精的迷你 Q， 你看，你看这张你可能会喜欢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很多，你拿走吧。不要。来，阿静，我先问，我要怎么知道它是丢的？那我先看看。好，那我先给你看，好像这张好像有点丢，很丢吗？我不知道啊。Oh my god！ 很丢吗？我不懂，但是通常这种看起来有点丢嘛。通常这种都偏丢。哦，都行。我也要看一下是不是很丢。哦，是色尾的力神，还色尾哦？对，还是色，因为它旁边有亮亮的。怎么能？哎、欸，钓鱼人，你好会抽。是肯德基爷爷。你好会抽色尾哦、喔，超像肯德基。你好会抽全图。然后是意图，不是是意图的马夏朵。大概奇车奇迹青年哦哦，是一般的沙奈朵。还行，就是公用脚哎、欸，古芝麻哎、欸，滑板哎、欸。啊，是狼人。啊，他们就啊卡他们的。社会包呢，就是爽钻索罗亚克。啊，就是我们社会包抽到的结果还不错，而且这人是抽两个社会，我们两个加起来卡包是九包，是不是？嗯，很赞。那么再来是十包，会不会有沙奈朵 TT 呢？哎，雷丘可爱，这张是什么？哦，宝可梦图鉴 3.0。好。马志士，哎、欸，不错，还是不错。哎、欸，怎么这张皮卡丘好可爱？真的，正常哦，好棒，留着看看多可爱。然后电闪的电针，乌波，大舌头，毛球，哦，是我们的点点呢，点点呢，好吧。勉勉强强拉回了一点差距啊、嗯，剩下的就加内拜拜，欧拉斯尼拿塞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抽的结果啦。十包里面只有点点呢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反正就这样啦。那请宝可梦宝可梦卡开箱就到这边。如果想支持影片，好记得订阅，好喜欢影片更多的话呢，就去看我其他宝可梦开箱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